是问君的。我要去这个地方。瞎子，木马鲁部落曾发生了一种特殊的寄生虫病。这些寄生虫能产生一种特殊的分泌物，会具备神经修复功能。当年一些失明的人在被这种寄生虫寄生之后，他复明了。我们需要你，你也需要这个技术。如果你瞎了，就活不了多久了。好，跟我们下去。危险！太可怕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被寄生了。他让我们进去。他还说，如果我们不听他的话，全都得死。要是让吴邪知道我们栽在这儿了，你笑死我了。这是什么药？这没有别的出路了呀。瞎子，我可能出不去了。我们在地下河口发现了这些尸体，他们为什么要去那么深？你砍玉棍，山下有血。南越人在一个缝隙里发现了他们的古神。在30年前，我们每年还必须向他献祭，否则就会受到他的惩罚和诅咒。在这儿呢！他散布这些寄生虫，就是为了控制人。打开这里。开棺！你看到黑暗里是什么了吗？是个巨大的怪物，看来会颠覆你的世界观的。